双向负离子电位导引机操作说明。首先介绍主机，简称双向延期机，及附属配件。附属配件一，手工定制电位导引免管线。二，简易负离子电位检测器。三，三伏特直流变压器 Made in Taiwan。四， USB 电源连接线，可自行选购行动电源搭配外出使用。主机造型轻巧美观易携带，重量仅250克，外壳采用美国高级快木实木之天然环保饰材，坚持不上漆，让分多精更多得以释放出来。主机前面此为双向切换开关，上切亮红灯就能透过免管线导引负离子电位能量至相通之天然材质，如棉、麻、丝、绒布、口罩等均可使用。下切亮丽灯直接释放负离子以净化空气，此眼孔就是负离子释放孔。主机后面电影开关依次电影开启，电位导引免管线插孔，三至五伏特电影输入孔。本主机适用所有密闭空间，如住宅、办公室、店面、SPA 旅馆、美容院、地下室、大众捷运系统车厢内、医院、诊所、养老院、宠物店、电影院、百货公司等等。最后，我们用日系负离子电位床特制的负离子检电器，检测结果同样显示三颗灯前亮的高负离子电位量，所以低价位高负离子电位量的双向负离子电位导引机是你明智养生的健康新选择。谢谢。